我哋请埋平机会主席张岳医生咧，介绍埋佢哋平机会嗰个报告。多谢主席。首先系多谢主席同埋议员咧，系邀请我同同事今日出席政制事务委员嘅会议，让我哋咧有机会向大家简介平等机会委员会委托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中心进行嘅有关立法禁止性倾向、性别认同及双性人士身份歧视嘅研究嘅目的同埋主要结果。除此之外，我亦都會就著社會上一些團體或者人士對立法禁止性傾向、性別認同及雙性人士身份的歧見的意見和論點作出我們平機會的回應。相信各位議員都知道，香港社會就關立法禁止性傾向、性歧視的討論已經長達了20多年。一直以來，香港社會對性小眾，即是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人士和雙性人士的英文統稱就是 LGBTI 的認識是並不深的，亦都對他們遭受到歧視的情況是缺乏充分的了解。雖然過往亦都有些團體、社區組織或者是學術機構曾經就香港的 LGBTI 人士歧視議題作出過調查和研究，但這些調查和研究往往只是集中在某些特定的範疇，好像是教育或者是僱傭的範疇。其次，大部分的性小眾人士亦都不願意公開談論他們受到歧視的經歷，因為他們擔心到一旦暴露到他們的身份，就會令自己更加是遭受歧視和更大的傷害。因此，一般市民大眾是未能夠深入地了解到性小眾人士受到歧視的全面的實況的。為了有系統地了解性小眾在不同範疇所遭受的歧視經驗，和公眾對於立法或者其他消除歧視的途徑的看法，平機會在2014年是委託了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性別研究中心進行了有關立法禁止性傾向、性別認同及雙性人身份歧視的研究。這次研究除了希望了解到性小眾在香港所面對的歧視的情況，另一個重要的目的是想了解市民大眾對性小眾的認識和接納的程度，公眾對立法禁止性傾向、性別認同及雙性人士身份歧視的意見，以及是參考海外有關反歧視立法經驗的司法管轄區的經驗，令到政府和有關的持份者能夠促進性小眾平等機會，和考慮立法保障性小眾權利時是提供證據基礎的。我可以說今次的研究是目前香港同類型的研究中是最全面的研究。這個研究亦採取多種研究的方法，包括是質性和量性的研究方法。研究團隊除了進行文獻審閱、公眾論壇、專家訪談、網上及郵遞方式的收集市民大眾意見之外，亦都透過焦點小組深入地理解到 LGBTI 人士、一般公眾人士以及持強烈意見的群體的意見和關注。除了上述方法之外，研究團隊亦都以電話隨機地抽樣而調查的方法是訪問了超過1000位的香港市民，了解市民大眾對有關立法的意見。根據研究資料顯示，參與研究的市民清楚表達支持政府立法禁止性傾向、性別認同及雙性人士身份歧視的法例。根據公眾電話調查的結果，有 55.7% 的受訪人士是贊同立法保障 LGBTI 人士免受歧視的。這個數字是比2005年政府調查的相應數字 28.7% 增加接近一倍。而且這個研究亦顯示，年輕的受訪人年齡介乎18至24歲，是尤其是贊成立法的，是佔 91.8%。 可以見到年輕人對支持相關平權的議題較持一個開放和包容的態度，亦都睇到隨住人口年齡嘅年齡層嘅變化，未來支持立法嘅民意基礎亦都將會持續增加。面對社會對平權訴求嘅聲音不斷咁提高，我認為政府係應該盡早採取積極嘅行動，
就立法保障 LGBTI 人士的權利開展廣泛的諮詢工作，以回應社會的訴求。過往性小眾平權經常被視為一個不符合香港一些主流宗教信仰觀念和有了宗教自由的之嫌，但這個研究亦發現呢，近半數即是 49% 有宗教信仰的受訪者呢，亦同意應立法來保障 LGBTI 人士免受歧視的。這個亦表示反性傾向歧視立法和宗教信仰自由呢並非是必然對立的。有些反對立法的人士和團體認為性傾向是一個道德的議題，他們認為這個研究把從跟性傾向和不同性質的性別認同和雙性人士的身份議題放在一起呢，研究並不合適。他們亦質疑這個研究的準確性，但事實上呢，不同性傾向人士、性別認同和雙性人身份的人士在社會上呢，均是同樣面對著歧視的問題，他們都希望尋求保障他們免受歧視的方法。因此這個研究一起地收集 LGBTI 人士遭受歧視的經驗和他們應否立法保障他們的權利的意見是非常合適的。社會上亦有人認為呢，研究報告中所講述的 LGBTI 人士的歧視個案難以被驗證，但根據研究團隊所作的獨立研究和研究的各項資料和客觀數據的分析來看呢，我相信大家都會認同呢， LGBTI 人士在香港的社會確實是遭遇不少的歧視，因此我們呢不可能呢是對這些性小眾所面對的困境和歧視的情況呢是視而不見的。反對立法的人士和團體經常亦都強調，社會可以透過公眾教育等等的方法是處理有關的歧視問題，他們亦都擔心訂立了相關的反歧視條例會導致有逆向歧視，箝制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和宗教自由。他們亦都提議呢，是修訂現有不同的個別法例，例如好像是修訂僱傭條例這樣呢，去解決一些僱傭範疇內基於性傾向、性別認同和雙性人士導致的不平等對待。根據我們平機會執行現時反歧視條例的經驗呢，有關的法例是保障不同性傾向人士的，這個是包括是異性戀者的、跨性別人士和雙性人身份人士免受歧視，所以我們認為呢是不會出現到反對人士所指的所謂逆向歧視的問題。再者，現時的個別的法例好像是僱傭條例，如果是作一些修訂，亦都未能處理 LGBTI 人士在其他的範疇，好像教育、接受服務等方面所遭遇的歧視，只會是增加更多的法律漏洞。我們了解到反對立法人士和團體對訂立相關的反歧視法例的憂慮，例如有宗教背景的學校是否可以按他們學校的辦學理念和學生探討有關同性戀的議題，宗教團體在聚會場面是否會表述有關同性戀的立場。平機會認為制定一個保障性傾向、性別認同及雙性人身份的反歧視條例是解決當前問題最可行的出路。以現行四條反歧視法例而言，有關法例亦都是顧及到思想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以平衡言論自由和保障他人的權利。例如在性別歧視條例中亦都有同宗教自由相關的豁免條文的。我認為呢，透過立法諮詢討論有關法例的原則和實質的細節，可以釋除各方面對相關法例的疑慮的。因此我認為政府是應該就有關的法例多做一些前期的工作和研究，看看在保障 LGBTI 人士的權利的同時，如何是平衡宗教及思想自由等的議題。有關的法例亦都可以就宗教團體招聘神職人員等等的情況呢，是考慮引入豁免條文，以平衡不同持份者的權利和需要。總結來說，在這個研究報告公布之後呢，平機會亦都收到不少社會人士和支持立法團體的意見，認為呢，這個研究報告是全面和亦都務實，為立法公眾諮詢提供了充足的材料，有助政府進一步在下一步呢作公眾諮詢的。隨著香港市民對反歧視的意識提高，對
性小眾平權訴求的聲音日積增加，以及公眾支持立法的比率上升，政府應該考慮盡快就立法禁止性傾向、性別認同及雙性人身份歧視的問題上展開立法的公眾諮詢和前期的草擬工作。諮詢重點應該是法例的範圍和內容，例如立法應如何設計保障範疇和可能獲得的豁免的問題，而並非單純研究應否立法。我們認為香港現時是去到一個關鍵的時刻，有策略地規劃我們的未來的路途，現時亦都是適當的時候讓政府研究下一步的行動，以開始有關立法的公眾諮詢工作，確保社會所有的人不會基於他的性傾向、性別認同及雙性人身份而遭受不公平和歧視的對待，讓每一個市民都可以獲得有法律的保障，讓香港能夠繼續保持我們自由、安全、公平、法治、多元共融和互相尊重的和諧社會。多謝主席。